消防处的处长江慧清处长将会率领我们今天要展演的20颗热气球的飞行员来到会场跟大家见面。别忘了借用你最热情的掌声、欢呼声还有尖叫声来迎接他们。马上要来看到的是我们江慧清处长以及我们 Flight Commander Matt Baker 挥舞着我们的国旗。谢谢我们的飞行总指挥官带给我们精彩的呈现，也谢谢我们处长从上到下宣布团队的带领。紧跟在后马上来欢迎我们第一位登场的飞行员，他是来自哪里呢？先由你的尖叫声来欢迎来自泰国的 Tony。 萨瓦迪卡，用喷火绕场的仪式欢迎所有的朋友。Thank you, Tony. You really did a great job. Wow, 炙热的火焰代表着他们的热情。再来看到，这是来自巴西的 Vita。挥舞着巴西的国旗，不晓得今天 Vita 将为我们飞行哪一颗热气球呢？我们拭目以待。跟在后头，匈牙利的 Aaron， 可以再来看到是我们在地的台湾苏又廷。好热啊！黄前心，巴西 Hotel Lido， 来自巴西的 Hotel Lido， 紧跟在后，展现我们台湾的热情 ，Hotel Lido。同样来自巴西的伙伴 ，Amanda。飞行哪一颗热气球呢？他好像拿在手上了车臣的安全帽啊！看到的是我们来自泰国的给，哇哦！他所飞行的热气球也拿在手上了，就是我们的全联福利手，呜！一样来自泰国朋友乔辉。接下来在地的热情，台湾代表林元廷，手上拿的是我们的马祖球，期待他的展现。台湾代表林元廷，后面看到的是我们来自越南的朋友尼亚尼。四位接着而来 Angela， 她手上拿的是巴西的摩艾石像。Angela from Brazil and next one is Jose， 来自巴西的 Jose， 他拿的是我们的时钟的世华。跟着节奏 next one is Paulo。一样是来自巴西的巴西球，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巴西的 Fabio， 哇 ，Fabio， 他的伙伴还拿着三角锥 ，Yeah，Fabio， 台湾队展现的是 Kelly and Lindsay，Fabio，Next one 来自台湾的林廷威。Yeah， 台湾之子林
艳琼，来自马来西亚的 Izati， 马来西亚 Izati 将会为我们展现的是彩虹球，台湾代表谢胜富。最后一位登场，我们看到是来自巴西的 Alice 先生，将为我们展现的是蜡笔球。以上看到是我们20辆，我们的飞行员乘坐着我们的小卡车进场，而他们呢，也透过这样的喷火绕形式，要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好朋友齐聚台东，跟大家见面。而待会等到他们各就各位，到了定点之后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，就是我们刚刚练习过的。我相信所有的朋友，刚刚他们炙热的火焰喷出来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感觉？有，对不对？回应一点掌声吧，掌声加尖叫，回应给所有的飞行员。热情，这是我们台湾的热情。当然，也谢谢所有的你，从全台湾各地来到这个重要的时刻。今天。